父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，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。纳税给凯撒可以，不可以？我们该纳或不该纳？假冒为善者为何试探我？上税的钱给我看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凯撒的。这样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